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明天早上准备做一个炸油饼来吃，所以咱提前一晚把这个面先发好。平时的早餐基本上都是婆婆做的，我起来的时候婆婆就把饭菜准备好了，比较辛苦。明天早上表现一下，早起一会儿。我每天晚上基本上都在剪视频，睡觉大概在1点钟左右，所以起来有点小晚，其实也是比较懒。明天早上早起一会儿，监督哦。盆中加3斤面。加入5克食盐，增加面的筋性。3克的泡打粉，打上2个笨鸡蛋，5克的酵母用这个温水化开，酵母水和面，先把面搅成絮状，然后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一碗。面和好了，跟我妈说一声，明天早上我做饭。妈，睡了吗？明天早上我做饭，你别起了。哈哈，看来有点不相信我呀，我也有点不相信我自己。好了，明天见，拜拜。现在是6点半，感觉早起之后啊，整个人精神了许多，神清气爽的。面板上抹油，然后切成大小均等的剂子，然后再醒面10分钟，然后把醒好的剂子给它擀成大饼。擀好之后用刀划2刀，翻一下面，炸至2面都金黄，可以捞出来了。这样很好接。放油饼的时候先在油里晃动一下，这样一头定住型之后，这样就不容易褶了。这个饼好吃吗？好吃。这什么呀的？尝一下这个大油条，看里边都是空心的，特别脆。我加点油，外脆里嫩。咱这是叫卤底果子是吗？嗯。而且它比较大，像卤底一样。妈妈，你真帅。我真帅。你剃头发了才帅呢，里边都是空心的。奶奶不吃这个，偶尔吃点这个，有时候还挺好吃的。小孩嗯，吃的就是个油味儿。啊不，我吃油条，我的油条给妈妈了。再拿一个。还可以吧，妈。嗯，没有抓的。我没有参加节目呢，没有任何东西好。奶奶不帅。奶奶不帅。嗯，谢谢你。哒哒哒哒哒，要把杀猪刀。哒哒哒哒哒，要把杀猪刀。然后他就在那。嗯。咱那个大火，今天那个烧火的那个卤底也是的。咱那要是有土火就成。卤底管子。